妈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怎么没有听听懂？我那是个真，啊，你现在听不懂了？怎么了？我的眼睛也进虫子了。啊？我的眼睛也进虫子了。你眼睛进虫子了吗？对。嗯，那。你帮我吹一下吧，阿妈。我帮你吹一下吗？对，我他好不舒服呀。你该不会是骗我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是说真的。啊。哎呀，我的眼睛超里歪倒的，真的不是你骗我吧？应该。我没骗你，你快，你也抱一下我就好了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李哥。怎么了？我说真的。里面也有这个。你看我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妈。不是，你们这边也有这个习惯吗？就是抱一下才会好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啊。不是，我真的要痛死了！你还觉得我是在骗你？哎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抱不抱？可不可以？可以的话，你们打个可以。我是真的，李哥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的眼睛特别特别不舒服。他骗我！你看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安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那怎么才能好吗？你现在你抱一下我就好了呀！啊，你抱一下我就好了呀！你不是你眼睛进东西了，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呀？啊？不是，我不像你，我不是说你抱一下我的眼睛就好了，你抱一下我的心里就好受了，然后我的眼睛就没有那么痛了，懂不懂喽？但是不好吧，现在大晚上的不好玩。大晚上也没事啊，反正有这么多哥姐叔叔阿姨在这里，是吧？你哎呀啊，不好！刚刚你看，刚刚天还没黑的时候，我叫你抱你不抱，你现在天黑了，你又说你。刚刚的我的眼睛没有进虫子吗？刚刚才进的吗？现在天黑了不好吧，哥姐姐，天黑了抱不好吧？哥姐们，你们觉得让李哥抱一下我好不好？如果可以，你们就说抱一下好，不好不好，然后让他抱一下。不好不好不好，现在太天黑了不好，天黑了的话，别人以为我们还以为是男女朋友呢。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帮我们作证呢？啊，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帮我们作证呢。哪里不是？哎呀，你眼睛是真的痛吗？你的痛掉。哎呀，你看那么他们都说不好，他们都说不好。哪里啊？他们哪里的啊？你看，好好好。哪里？哦，你才就几十个，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，就几十个人打好。哥姐姐们，帮我打一下，快点！哎，你晚上不能抱你，你，别人误会了怎么办？现在不是晚上，现在是傍晚。啊？现在是傍晚。嗯。哈哈哈哈哈！自己。我不要打不好，别抱，要打好。我就害怕哥姐姐，如果我要是真的去抱她了，她就一坨子给我过来了，一拳头给我过来了。我发誓，我不一坨子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就靠你们了。什么课是吧？什么课？你看，这么多人呢。他们都说好好好好好的，不好了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姐妹。哎，李哥。嗯。哎呀，真的有点痛嘞。有点痛吗？对，特别不舒服。你的牙齿好白。
那哥姐姐们聊聊天吧。好。我才真的肚子不舒服，我才你就这样吧，你这样拿着，就是他们看不到你。我肚子不舒服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吃了什么？我吃了，不知道。李哥他就是装不知道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可能是他忘不了谁是谁吧。肚子不舒服。哇，哥姐们帅们看一下我们背后的天，哇哦。李哥多少岁？李哥27岁了。没蚊子吗？没有，这两天其实都已经入秋了，没有什么蚊子了，就是那种小小的飞虫有。他刚才没抱我，可能有问题。他就是不好意思，他脸皮特别薄的，平时我跟他开个玩笑，他就脸跟红的跟西红柿一样。我多大了？我21、22了，还不抱。哥姐们，你们说一下嘛，你们要是大家都这样说，李哥肯定也会。跟红辣椒一样，对呀，我每次跟他开一个小小的玩笑，他就会又是脸红，又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种。他刚刚让大家看的就是真的吗？那他给我看的时候只是一个别人的照片。真的啊？那我待会得好好问他了，等他回来我得好好问他了。他把手机拿给我看的时候是黑屏，然后他又给我看了一个就是别人的壁纸，然后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了。是玛利亚的相片？是我吗？是我。好，那待会儿我就问他了。又有蚊子。好。哎呀，大家都回去了。老板。哎。这天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山上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太晚了，我们两个回去还得要一会儿，我们就先下播了，好吧？你们也早点休息哦。对，我要。